我不能看见这薯片，我一看见我就想吃。好吧，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配不上你所拥有的能力。日诺尔人，怎么那波比？是。我追他，追他。哎，是。时间和奥利都无法摧毁。300，这波不亏，交闪不交闪死不了，快快快快救救，给加个血呀！这全军出击，小瞧我，你就大难临头了。加血你也活不了，不可能，加血我肯定活啊，活不了，90点血那肯定活不了。哎，是随便打啊，反正阿卡丽畏惧暗沉的利刃吧。是，是，套点盐，这波还行，不亏不赚。哎，赚了，赚了，平线进塔了。也赚，会在这里反复回答。而且他只能买得起一个鞋。他们的尖叫令我心不敢上了。血。减速，血，恐惧，砖墙，血，沉沉的国度，而我便是唯一的解。减速，血，血。我才是武器。减速。谎言会让你心安。哎，是。不敢上了。我没有闪现，他有闪现啊。你配不上你所拥有的能力。坏扣，再见。这个我确实喜欢。啾啾，来个人啾啾。该你，我不是一件玩具。你的自负若是出自一个没对眼的器材和情理，别着急啊，我们从这个草丛进来，他不知道我们回没回家。哎，是！是！这就是没闪，你知道吧？这没办法。你们俩都死了，也都输了。无处可逃。凯隐，我不是一件玩具。你的自负，若是出自一把更强悍的武器才合适。他有眼儿。
他刚放的眼儿，估计那我也得当他没有眼儿，不能来个假设性原则，那太害怕了，没啥意义。我精通战场上的每一种武器。刚才有人说我贴墙转圈儿，没啥意义，都一样啊。刚才贴墙或者是直接炫他，都是等格伤害。我瞅了一眼，这怎么的？这分离者啊，卡利呀、啊，有意思。变身呢？哎，阿卡丽找我们来了，走了。可是要杀的还有那么多，他补着没？我让你走。先来个铁刺鞭。而你会一败涂地。水银鞋吧，铁刺鞭。星虫啊 ，Q 两段伤害，不厉害。减速。我选中了你，所以你将由我驱使。Killing spree。这怎么兵都不补了吗？减速。这都不敢上啊！去。最后一刻，放弃挣扎吧，我会向你展示。呀，好的，血钻入你的身体，出来补个车，再见。该我了吧？该我追你了吧？炫减速，来一我铁刺鞭，那伤害没那么高，出个破药光有啥用啊？我们无敌了，这个塔皮得吃。吃完才能无敌。再见吗？到底拉亚斯克是什么意思？无从。派克来了。去。波比在里边呢，
血铁刺鞭减速套点盐砖墙，看你的了。我最喜欢快跑，就是这种暴风雨前夕的期待。不对，还是杀戮最合我意。现在、我主宰了阴影，我将在这片恶心的大地上降下黑暗。他们的蓄意可以装填大地，粉饰墙壁，美化一切。回来呀、双棒都不敢打呀。血可血战斧，血这么怂怕啥呀。想干嘛？那就杀你吧。跑啊！该我了吧？闪现撅，撅和血战斧，撅我来！喜欢动你，小伙子。我说没说过我不急了，没听见是吧？那下路三个人啊，你们四个人打三个人要打不过，那可就不太应该。一血塔，我永垂不朽。他们今天就要丧命，一个接着一个。看看野区，我的鸡。中路线儿，我怀念天色太久了。我追他，是野区。派克干嘛呀？精神病是吧？刷一圈回家。我去，去！
和血战斧钻入身体，谁死的？死进亮盘儿。你平平无奇，泯然众人。我永垂不朽，今天就要丧命，一个接着一个。起。失败就是对世界真理的嘲弄。我有什么计划？简单，杂乱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谢谢活捉一只蓝脸汉和欧欧的飞机，谢谢啊，感谢。他指定是好几个人，这上边那里头有没有人？没有，蓝人也没用。结束了我们罪恶的一生。下一个是谁？为什么不出影魔刀呢？出个影魔刀。影魔刀加黑切。给了他一个七百，我们还有一个七百，没事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好吧，刚才那招不行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对面全脆皮，玩蓝凯呀、啊！我上路打的阿卡丽，蓝凯变得慢。但蓝凯我不太会玩。血，血钻入身体。哎，按出来个什么玩意儿？都是我干的。哎，这都能飞走，不应该我给他撅下来吗？都只有死路一条。
血。起。可以。太阴正在虚无的位面中哭泣。断波兵线。开一波矿。钻入身体，出来血，撅，血可血战斧，没错，撅，血。没看见他勾我呀，获得30攻击力，15点物理吸血，物理吸血。没用啊，物理吸血。钢铁合计，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来一波1v5。再来，这次咱们要死了。对，阴影有了新的主。暴龙，你们。我这看我浪，你们可以大龙啊，浪啥呀？先把他干死，把 buff 拿了。血可血战斧，闪现血，约血。哎呦我操！血可血战斧撅，哎，一刀没死。哎呀，这咋没死呢？波比死了，我这波全收。波比没死，好啊。他们跑啊，那咋整啊？进泉水了，你咋办啊？下一波全没闪，一波吧，我放弃了。
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再挑战一波，挑战不了。那都搁泉水里边，都不出来，我进不去呀。也可以进去。进去了。